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我人生中第一个 V vlog。其实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啦。咁我个名叫做张嘉怡，而家嘅工作咧就系 TVB 嘅演员。咁我嘅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咧就系、以前喺温哥华嗰时修读营养嘅，咁然后翻到嚟香港咧，亦都攞到一个公共卫生嘅硕士学位。咁 anyways 呢啲 background 都唔系我开呢个 vlog 嘅原因。我开个 vlog 嘅原因咧，其实就系因为我有咗四个月 BB 啦，俾大家睇下我个肚先。其实因为我啱啱翻完 TVB， 我仲未公布，所以着咗呢条松身裙，大家可能仲未睇到，但系其实揿落去已经系好明显有个肚墩仔凸咗出嚟噶啦。好，咁其实我开呢个 V blog 嘅原因咧，第一就系想分享我大肚嘅一啲经验啦，同埋我一路以嚟得到嘅小 tips 啦。咁加上我自己嘅 background 都系 nutrition， 然后我又喺我个公共卫生个课程度识到一啲midwife， 中文应该系助产士，系啦。咁所以应该都可以开一个 blog 分享一下呢啲咁嘅小 tips 啦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。咁我有记录低自己成个 pregnant 嘅过程，系咯，希望你哋会喜欢我个 blog 啦。系，拜拜。